台湾当红女子偶像组合几朵花的副队长，两人合作的《王子变青蛙》创下台湾偶像剧的收视纪录，明道乔恩更成为新一代最当红的荧幕情侣。本期七连推算非常大明星，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梦幻世界。爱上你有多难，像童话里的故事，可恶的安排，明明两个人都相爱，却偏偏一阻碍，非得让人痛彻心扉才能证明爱存在。我们如何找到出路，通往爱的国度。闭上眼，我们散步，梦外面我就出现。有时候寂寞难忍，像不醒的梦魇。一睁眼数了三年，你应该要出现，但你对我失言，不在我身边。像不醒的梦魇，闭着眼数了三遍，你也要出现，但你对我誓言，不在我